可以啊，在哪里？好，好了哈。一整个的，一整个台机台。你人站开。一整台机台站近一点，让他再拍一下啊。控制不稳，看一下。 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嗯，然后这个效果拿起来看。效果要拿好一点的。<笑>我们这个讲话声音都会被它录进去。没事，你到时候直接把那个声音控制住。可以消音哈，这个。现在拍这个就可以了。这个很准确吧？对呀。好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了哈。关掉。